心门刺透了可能，所想所愿不肯轻易的成全。我们一直有伞的欢，风雨同身，将余生陪衬。而你从未多问，我不曾想着，但此话当真。我不在时，可有事发生？朝中无事，只是这个李西风，既知是假公主，为何还要带我来？李北失去了一座城池，必须杀了这个祸害。该杀，天下女人多的是，何必为了？够了！大王，漠北的军队已经过了停州，不出七日便会兵临李北。这女人就是个祸害，不杀了这个祸害，再无宁日啊！她是我的王妃，不准你们非议她。若想杀她，先杀我。好在我们熟悉地形，可以小股作战。漠北除了一下马，我有急事，你让开。不想有去无回，就听我的，下马。大王，我生平最痛恨连累别人，没想到今日却活成了李北的罪人。别这么说呀，等他们了解你的苦衷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们成为真正的夫妻，源于酒。历经百世，也是源于酒。今日，你再陪我喝一杯吧。难得王妃有这个兴致，我陪你。大王，嗯，我突然醒。王妃，我留在李北其实是为了你。你明知道我今天有要事，既然为了你，就不希望你出事。你要去的那吐国不可信。谁给王妃送的酒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们想杀了你，我也想杀了你。你下不了手。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知道，你心里也有我。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了你。我只是比你年长十几岁，所以不敢轻易开口。大王还比王妃大呢，又有何惧？那你等着我，等我回来，我就娶你。他们想杀了你，你还要娶？是敌是友，总得试试。
将军，不好了，大王要杀了钟大臣。什么？王妃，你醒了。大王呢？你们敢送毒酒，要毒死我的王妃！我之前说过了，动他等同于动我。今天我誓要让始作俑者给他陪葬。大王，漠北的军队近在咫尺，我们还是先想对敌之策。离北百姓的生死可都在你的手中啊！大王，你不用动了真情，忘了护国职责。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了，谈何护国？大王，大敌当前，你清醒点吧。清醒一点。他要是死了，我也不会站在这儿。大王，王妃尚无大碍。大王，怎么样，大夫？恭喜大王，王妃有喜了。没事了。你速去景国，一定要把这个亲手交给景王。嗯。王妃，这是什么酒啊？这是一种非常易燃的烈酒，可以帮助大王来对付漠北人。起来吧。大王，离北、柔然、吐谷浑等小国如此众心归顺，真实的原因并非景国强盛，而是使臣李思年李大人当年用真心换回了和平。当年李大人之所以滞留，只是在等第一批谷子成熟。他在给大王的信中说，景国的景王爱民如子，民有饭吃才能安居乐业，只此一句，离北人才愿和景国永世修好。